金针菇这样做比烤的还好吃。地里挖的金针菇去根儿，盘子里铺上泡好的粉丝、金针菇、火腿丝，再铺上一层金针菇，准备蒜末、小米辣，热油爆香，再放入盐、生抽、蚝油，搅拌均匀，淋在金针菇上，上锅蒸5分钟，出锅后撒上葱花，铺上热油即可。学会的朋友双击支持一下吧。